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, 我是 Dan.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看到 小 S 反应的韩国网友们反应。一位网友在韩国论坛整理上传了在台湾新闻播放的有关 小 S 与宇杰瑟的内容而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。力邀 小 S 去韩国综艺天王宇杰瑟，我们请客。宇杰瑟邀请你吃饭，你现在心情怎么样？非常嗨。第一趟可以出国的话，我会马上去韩国，一定要请宇杰瑟大哥，还有那个，嗯，楚塞欧大哥，一定要让他们请我吃饭。然后可以的话，顺便也请崔无形，还有强孝。 还有最近流星那个男主角，김영대吗？你们有看吗？帅到爆我的妈！我今天无法睡了，宇杰瑟看到我了，他还笑了，好开心，感觉离存色谷又更近了。姐夫 ，You are the best， 也谢谢楚翠红。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，突然的存色谷可，充满私心的样子，好好笑啊！这位真的太好笑了，感觉比我看的韩剧还要多。如果能来韩国横扫一下综艺的话，应该会很有趣吧。请来一次韩国，也带着姐姐来。这位在资料画面代替姐姐生气的样子也很好笑，希望有一天能在韩综看到小 S。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看到문빈문수아兄妹的合作舞台后 BB级 신비的反应。阿斯트로 문빈与 빌린 문수아这对亲兄妹在音乐节目表演了《내규의 캔디》 舞台，而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。 父母亲最爱的舞台 KK， 很像是在很高级的幼稚园才艺表演的感觉。因为蒙斌长得太帅，不知道这三天到底是看了多少遍这影片，最后非常不情愿的看着妹妹，在妹妹说笑后，马上笑的蒙斌 KK KK 문수아好可爱。可能会有人误会，这里不是呜，而是웃어，你给我笑。 然后문빈的好友 BB 신비也在网上表示，让我跟亲哥哥跳哪个月 Candy， 为什么这样对我？你自己去做吧。啊，문빈跟素，我看到了，我妈妈给我发链接了，看了之后感觉他俩的感情真的很好。如果我跟亲哥哥表演，就给我10000，开玩笑吗？10000不够，100000不够，要9亿。为什么是9亿呢？因为很反胃，韩文9亿跟反胃算是谐音，跟亲哥哥能偶尔见个面就满足了。 酷儿姐太好笑了，KK啊，你自己去做吧，这也超好笑。新兵是在女爱豆中最好笑的人 ，KK。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，拿下眼镜就突然变超帅、超漂亮的 idol 们 ，Beyond Busan 的 Day Six 文片 ，Victor 병찬 ，Promise 나인 규리 ，IVE 안유진 SF9 로운 슈퍼주니어 동해 엑소 카이 몬스타엑스 션우 베리베리 강민 땡큐 소년단 댄 안돼!